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。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。啊，我想将那红红的脸蛋生洒在太阳下，我要像那亭亭的风姿摇曳在春风中，我要像那高贵的狮子走人前进，我要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。哦，美丽的玫瑰花，哦，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爱上他。其实个标题咧，我就讲话唱得好过恩妮啦。其实我都系讲笑嘅，即系点会唱得好过佢啊？系咪？咁我一下不如介绍一下我自己啦。我个名叫做阿龙，咁个名又名龙兴家啦。咁点解个名咁得意嘅咧？就都有段故嘅。因为我有个好嘅朋友，咁我就叫佢姓王，佢姓王嘅，我就叫佢做王生。咁佢咧就称呼我咧就叫做龙兴家，因为我叫做龙，就系咁样嚟噶啦。咁或者講翻呢個錄像嗰個片段嗰度咧，咪有啲玫瑰花嘅，咁係我自己摺嘅，咁即係我覺得都係咁樣啦嚇，咁啊貪得意都係玩下啫，廢物利用。咁或者我日後咧就會上載一啲即係錄像啦，俾大家睇啦，咁就分享我個人嘅經驗啊。因為咧，點解我咁樣做呢？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喺 YouTube 嗰度咧都學到好多嘢嘅嚇，咁、所以咧就即係同大家接觸下啦啊，咁好啦，咁講到呢度嘅就係咁上下啦。OK， 拜拜。